一起，右，左，右。闷热的午后，慈济四大置业的员工还有慈济志工，为了13号的浴佛大典，正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。入浴佛台还是要两两对齐哦。不累是骗人的啦，安静下来，把那一份心啊洗涤干净，能够再出发了。所以这一年一度啊，这个是安静心灵最好的时候。抬头挺胸哦，要去灵山的感觉哦，要去朝圣。经过反复不断的排练，队形一次比一次整齐。在静思精舍法师的带领下，齐心呈现庄严的道场，感念佛恩、亲恩、众生恩。共花香。透过佛在灵山，让每个人去了解他心中自有佛，所以它是一个大开场，所以它就很重要。尤其是四大置业的主管，结合如何来恭请精舍师父来为大家讲这个佛在灵山的意涵。今年位于正中间的玉佛台，有宇宙大觉者围绕的水立方，象征感恩与珍惜。众人也用虔诚心为天下祈福。大爱新闻张兆宇、邓明仪华联报道。